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今天要来玩的是魔法高中略等 Sorry Loaded Memory。那么今天要来抽的是泳装啦，但是你们看到这影片的时候呢，应该活动已经结束了。它的活动其实很短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难抽的，如果没有氪金的话。那这次出了两个角色，其中一个是国外来的留学生，那这个我忘记叫我名字了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千叶啦，千叶是闪星罢了。然后这次有两个辅助卡片，就是 SX Card 啦，然后其中一个是斯伯达也，另外一个三星的我忘记是叫什么名字了。但是这次主要呢还是要抽到国外的留学生啦，看有没有机会哦。有这个动画就是必中四星啦，只是不一定是角色，可能是辅助卡，看有没有机会啦。然后这个歌我又要一直讲话来盖掉啦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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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版权问题啦，因为他歌还蛮短的。但是这个是游戏的动画来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了。哦，有两个猜耶。哦，是斯伯达也，但是这个是普通版本的。呵呵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一开始这个游戏开服就有的啦。哦，是耶，是斯伯达也，四星的辅助卡。我个人还是比较想要女生了，就是旁边那个，但是至少有旁边那个在，还可以啦。不过我还蛮惊讶的，旁边那个应该是他妹妹才对吧？应该是深雪才对吧？怎么是他？好，第一个十抽算是赚了两个 S Scar 啦，但是我还是想要角色比较多一点。第二个十抽，拜托，升学。这次的动画我越来越不知道了嘞，他有时还会哦，又是这个，感觉就没有希望的。哦，但是有第二层嘞，但是要到第三层才会稳保有一只四星啊。但是如果没有的话，呵呵，就像这样啦。没有的话就是没有了，可是至少中一个三星的千叶吧？不是吧？我连千叶都没有哦。这个游戏活动角色三星都很难抽诶，像我上次抽那个夏的时候也是超级难抽的，抽到蛮多才抽到的。我有点怀疑这个游戏是不是在坑我们玩家。第三个是抽。其实，哎，不是吧？又出 bug 了。这个游戏其实还蛮新的，所以其实有问题也是还蛮正常的啦。看一下有没有角色，不是有没有角色，有没有动画？看还是没有，直接大 boss 了，算了，直接跳过。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回到那个页面了，呵呵，不知道有没有中那个千叶。看来是没有办法啦，他已经直接跳过了。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跟分享哦。哦，对了，你是 B 站的话，点个三连关注我。我是阿伦，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我的泳装的辅助卡其实我已经全收集了，只差这个角色啊，角色就抽不到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